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沈良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期 CF 视频。今天开始的人，没错，我们拍照上又开始了。哎呀，我还有个还没拍照，你开一次啊？哎呀，让你躲。我们再找找啊，今天带来一次 CF 视频。我已经准备出 CF 视频了，出些别的什么的。然后呢，今天肯定是有人去。我刚才看到的，那是我的。Double kill！我这期打的我是真心特别无奈呀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这个 CF 我家今天电脑不知道怎么的，怎么弄的呢？反正就是各种卡屏，各种卡屏。再加上我这个铁塔，大家都知道铁塔的轻机那个威力实在是弱爆了，一下打头60多滴，有的一下打头60多滴，这个攻击力我真是不敢恭维啊。然后结果一次成功，但是我们家视频没办法，还是就忍着，我就来做视频了。好，我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继续开始看今天的视频。然后就看，你不能让我拍死你。然后那就拍死这个人。然后我们继续往前冲，看看这个人，这两个人在混战，你混的。哎，好吧，那你忘了，但是我就帮你报仇吧，小子。不错，哎，对，马上就让你走路不看路，你没看过豪哥视频吧你？回去好好补补豪哥视频吧。什么叫做走路不看路？这就是你的下场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战绩，哎呦，第二名了。好的啊，看大家看上面，33，我杀33个，对面才34个，好有希望拿 AZE。兄弟，哎，小哥你别跑，让我拿 AZE 和你干。好样的，知道的。哎，又来了，看我们俩真是我的好朋友。大家看，我们已经抢 AZE 了。好，现在我是二。我发了27滴血，然后没逮到，没能躲，这小子真老不死，死人了我还不敢过去。哎，好像居然动起来，动起来我就敢拍你了，兄弟。打死他！大家看，我现在来个路过，哎，我是路过的，有没有人？我来路过，看谁赢了。哎呀，我们居然，好吧，我们赢了，哎，我们 ACE 保住了 ACE 的位置。怎么说呢，打得我是特别无奈。行，我们来去看下一回合。还有我把这一局放在了这个黑色城镇，这个黑色城镇大家众所周知是一个挺火的、挺热闹的，一直很多的一个很爆破的城镇。我是来打真经济的，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怎么我每次都死啊，还有复活什么的。看起来我要说什么，然后这个是这个战，我特别打了，反正我是感觉我错，我打了头了，我先走命，然后等人他妈一起爆头，我不加，谁呀、爆了这么一堆，打的谁呀，很水啊，这就是我很打的关键，然后就是杠了，还是死。看不懂，哎，这个还有一个人，好像这个人是不想加自己，然后哎，看到我人，我点，哎，好吧，我还是被他打死了，这里就看了，哎，果然有人，我还直接看两下，哎呀，完了，两倍，哎，啊，停住，你也别跑了，漂亮，漂亮，高三，别被他俩欺负，我也是各种滑梯，各种卡呀，漂亮，不知道大家看到没，反正我就看到了，我抱着他的头就跑了，我记得这个人是你，哎呀。好，你别让我看见你啊！我就在这复活，你等死吧！漂亮，我把他打掉了。哎，把他打掉了，怎么这么别扭？好，我觉得枪不适合我，我们果断还是把切换到这个刀战。我还是觉得刀战比较适合我，毕竟我以前就是打刀的嘛。哦，好，哎，这个赤焰金棍，你以为你拿赤焰金棍就是撑子豪吗？你撑子豪，我怕你；不是撑子豪，我怕你干什么？好，你打我，你叫别让我看见。哎，好，我看见你了，你等死。这里还有人啊，而且我先把姐姐掉。好，我看见。哎呦，你把他杀了，行啊，等我打掉几个，你打掉他，因为我比他厉害，我会对面对你开始决定了。哎，你打死了，刚才也就是。哎，又是你这小哥，哎，你没完了是不是？刚才对我当陈子豪，哎，不，刚才对我说陈子豪那家伙就是你。哎呀，完了，不明就绝了，哎，现在哎，我给他一个，难点了。哦，我们看哪有人，哎，看到一个人，别跑啊，小哥，站住，别跑。哎呦，还有这么多人。哎，好，那你们大混蛋，我的伙伴们，帮我打酱油。哎，我跟你打，你俩先打吧，你俩先打，我看我这关系。那你俩不打我上了，我打死你俩，我打死一个。啊，现在又是两个，哎，又把他打死，但是我打死你，是不是说明你打的？啊，
他这个人略屌啊，你怎么出现的？好，我们接下来把地图换到这个叫什么，叫做这个太空要塞。哎，这个图刚出的时候，这个上面是个很烂的地方。怎么个烂法呢？反正就是你就是谁上去谁死，他不是要卡住你点，谁上去谁死。但是这俗话说得好，是药三分毒，有毒必有解药。陈子豪豪哥他是专门打喷泉的，那我就专门打这个。好，你们打死我是吧？好，你既然敢打死我，你等着，你把我惹怒的后果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惹怒我沈良，我揍你没商量，你瞅着啊。好，大家看好，我们上面147。好，我们再杀三个就赢了。好，上去一个漂亮的转身甩刀，漂亮，三个直接完成任务。好，接下来给大家欣赏一下我的精彩连杀送给大家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再见。